你要清唱才行。我在北方的夜空。快点过去干嘛？去买咖啡啊！买咖啡啊！嗯，骗你的，我骗你的。骗他干嘛？我就骗你的，我不给你。来，来。好像不是这里，是在那边、欸。走错了。你没看到吗？是这里呀、啊。这个是便宜的吗？嗯。这是便宜的吗？嗯，这个是便宜的。几块钱呢？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是多少钱？你认识钳子吗？这是多少钱呢？嗯，你看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这还有个胡子叉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0到3岁的儿童玩的，是不是？我0到3岁儿童不是不能玩的。你满3岁了吗？对啊。满了才能玩，不满不是不能玩的吧？是大孩子的玩的呀、嗯。大孩子玩的。嗯。真的吗？大孩子。也大小。嗯。真的吗？我要选几个？一个，昨天我找那个火鸡蛋那个。走，我还要买一个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要买这个干嘛？嗯，给表妹听、啊。这是表妹玩的吧？我要。走。等一下，我要抠下。你往这边走啊！你还没买，还没给钱呢。这边。谢谢。哎。得了吗？买好了吗？买狗的。啊？走吧。
那么几点分一半？等下我们一人一半，那么少了。那你不分给你哥了？分分不分？嗯？嗯。分还是不分？我先数一下有几个。数一下有几个卡片呢？看一下有几个卡片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这个是给表妹玩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还买了几根冰棍的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冰棍呢？冰棍，嗯。我先数一下吧。嗯，总共有几个？我数一下看，数的不准呢，准吗？二。嗯。三。嗯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九。十。十一。十一个啊？就十一呀。嗯，那你还想要多少？十一个还不够你玩了、哦。走，我去拿快递哦，把东西放在这里，我去拿快递去。